哪一句？台湾谚语形容男孩子追求女性的各项条件。台湾谚语取材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，欢迎乡亲们转发到自己的聊天组群，协助推广咱们的母语，多谢感恩。台湾谚语一钱一言三岁喜笑脸，形容男孩子追求女性的各项条件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点击 subscribe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